我跟阿姨说鸡排要大辣，但怎么变提拉米苏了？阿姨确定不是在整我吧？这么苦，要不要酸碱综合一下？前面有一家卖烤棉花糖的。棉花糖可以选焦度吗？可以可以，要焦一点是不是。不要焦到杯。好。先灌完之后再焦。再焦。它已经极限了。好。不然它会吃一下。这还蛮可爱的哦。胖子。来喝喝看，对我同业是带环饮料。不一样，虽然现在很酸呢。其实这个不会酸啦。不要骗我。太苦。为什么会飞到那边去？